我国开心果产地是哪里？我国开心果产地是新疆。我国栽培开心果虽然历史悠久，但多为零星种植，主要集中分布在新疆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、阿克苏地区，以疏附县和疏勒县种植的较多。开心果又名阿月浑子，我国在唐代由波斯引入，栽培历史有1300年左右。其果实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元素，具有低脂肪、低卡路里、高纤维的显著特点，是世界坚果市场十分畅销的保健休闲食品，近年来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坚果作物。坚果有益健康，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能量过剩，专家建议7岁以上健康人群平均每天食用5至10克，相当于核桃2至3个、腰果7个、杏仁8个、开心果8个。